你一定是很孤单、很寂寞，你才会看《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》分享时间，对不对？欢迎各位，这次收看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445集的节目。如果我的节目公布时间你在3个小时之内完成收看的话呢，没有奖品啊，只是证明你这个平安夜是一个人过的啊，你一定是很孤单很寂寞，你才会看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对不对？那没有关系啊，反正我节目已经录完先上传了啊，希望有跟大家呢一同度过这个平安的夜晚。那么今天的这一款是 Transformers Kingdom 系列最后的几款玩具了啊。那么这款红色的收音机，那先前的官方的话应该是泰坦回归的时候 LG 有推出一款啊体型很胖的收音机，那这一款相较于那款 LG 的话呢，身材可以说是苗条的非常的多啊。第一个啊，背包啊几乎是没有了，然后关节的话呢也都非常的紧实啊。以官方的玩具来讲，这一款的关节是做的非常的好的，不过还是很可惜啊，手部依然没有这个齿轮关节。那以我看起来的话呢，它的缺点大概有三处吧啊，比较明显的第一个是它的一个背后的涂装真的太少了啊，虽然有一些细节的刻画，但是完全没有任何的点缀，几乎是没有啊，比较可惜。第二个是它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屁帘的部分啊，确实是比较大，除了从后面看偏大之外，即使从正面来看呢，也是能够发现它的存在。那第三个缺点的话，就是它的一个手部啊内侧的一个空洞比较大，当然这个可能也不算什么缺点了。那它的关节的话呢，甚至有一些偏紧啊。那你能想象到的一个接地啊、外摆内收啊、腰转啊、手臂360的转动、平举、头肌的转动啊，以及呢它的这一款玩具的话呢，有一个特别不一样的这个地方啊，就是它的拳头啊两侧造型不一样，这个是要去按肚子的这个开关的。那么如果按照合会，那个合会的话，其实它的一个转法呢并不是只有这样转过来而已啊，它是这个地方有一个关节啊，多折进来一个，然后这里再反折一个关节啊，所以如果你从侧面来看，它的手臂是打断的啊，这样子的情况下呢，才能够去做一个触压，去按到这个胸口的这个开关啊。那这个地方就各位提一下吧啊。啊，我初拿到的时候发现它这个手就怎么回事，怎么能够按得到这儿呢，是怎么做到的啊。那么附带的武器整个是纯黑的狙击枪，上面有一个狙击镜啊，然后就没有其他涂装了啊，可以两手都可以过，两手都可以过。那么呢，它的附带的这个磁带部队的这个成员叫 Eject， 对不对？它身上的透明部件啊，水蓝色非常的漂亮啊，比盒子后面的盒喙啊，后面这个盒喙啊，感觉比较深蓝一点，当然涂装也好看一点。那实际上的话呢，它的一个口罩的颜色呢，也并不是啊上面显示的一样啊是黄色，并不是的。那它的可动的话呢，也算是中规中矩吧。手臂360度的转动啊，非常的紧，平举这个地方球关啊也是非常的紧实啊。脚的话呢，前后左右动没有问题。那它的变形的话呢，是头部翻折180度，然后呢往后面推下去。再来手臂的话呢，我们是把这里它有一个圆形的这个造型啊，是朝向前方的情况下，将手臂的话呢给往内啊折进去就可以了，到这边折进去。那么脚的一个变形的话呢，则是呢把这个脚啊，你把它往前面翻过来，这里踢上去啊。你看这里有一个弧形啊，这个弧形要对上面这个弧形，然后就是把它给卡进去。那卡的时候就是要躲过这个灰色的部件，稍微要躲一下啊，也一样啊，记得把这个弧形对这个圆形啊，这是一个大原则了。然后躲过这个灰色的部件，扣起来就成了一个磁带。然后它有一个蛮明显的缺点啊，这里是有个缺口的，比较可惜。但是它是一个透明的造型的话呢，看上去有一种科技的感觉，这视觉效果是非常好的。然后它的大小的话呢，完全可以放进音波的那个，同样是 Kingdom 音波，不，围城音波的这个
肚子里完全可以放。那我本来想把那个我网飞配色的那个版本呢、啊，就可以变成收音机的那个家伙找出来，但是呢，它在这么众多的纸箱里头，我也不知道收到哪个箱子里头去了啊，懒得把它给翻出来啊。那就给各位呢，直接的看这款玩具的其他一些细节。它在变形的时候呢，有一点是让我比较小意外，就是它这个扩音喇叭的造型啊，居然是人形下使用啊。变形成收音机的时候呢，它就是要翻到另外一个造型，这点让我比较小讶异啊。然后这个按下去，它从这按下去啊，这个磁带会弹出来，那声波是在上面，头雕也算做得挺好看的啊。然后银漆没有完全覆盖到啊，稍微有点可惜，但是我也不是很在意这一点了啊。那么我们就来进行一下它的一个变形了啊，变形也还算是比较复杂，尤其是手部啦。如果不是手的话呢，其他地方是都还算简单的。先把这个头啊给打开啊，这样不是头了，背了，背打开了，然后再来的话呢，就是把这个手臂啊，这里是往上翻，然后我们要做一个动作，是把它的这个部件啊翻着转过来到这边啊，这里一样，你先记得把手转上去，然后这里翻折之后，再把它给做一个翻折，这样。好，我们要做这个的目的呢，主要是要这里啊，它的一个手内部，你看这里有个洞，这个洞是我们需要的啊，对。对，没有错啊，平安夜是需要动的。然后，这里，我们背后的这个小腿后面这个地方可以打开啊。哎，我心情很好，Merry Christmas。OK，我这个灿烂的笑意呢，只是单纯的，对不对？就庆祝一下这个日子嘛，对吧？然后呢，我们把这个两侧翻过来之后啊，先把斜肩给翻进去，以及这个地方啊，我们先把它给做一个翻折好了，这个地方。是要做一个内外翻折啊，这个地方比较容易去忽略。其实你这个地方你没有去变，你一样可以完成变形了啊。那我们接下来做什么呢？就是把这个黑色的这个凸啊，这里推进去啊，这里推进去啊。你不要以为黑人对印第安人错了啊，其实这里面还是一个黑人啊。所以呢，大家呢还是不要只看表面啊，还是要发掘一下人家的内在的。来，把这个地方扣进去之后呢，我们顺着呢把这个角的话继续往上面。转过去啊，这里，那转过去的时候呢，这个黑色部件就要塞到这个灰色部件的内部去，把它给包覆进去，这样的。好，那一样啊，这个地方，这里，啊，记得要把它给扣进去。刚刚的话呢，在谈笑之间的话呢，不小心把它给松脱出来了啊，所以我们只好再来一遍了哦。这个节目就是不好好做的，讲些有的没的啊，对，有些人就不喜欢听，对不对？我不管你喜不喜欢听，我就是爱讲，可以吗？好了，扣进去了啊。然后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，我们先把这个黑色的凸扣进，看起来好像红色的凹，其实它里面还是一个黑色的凹，对不对？把它给扣进去。这里你可能要稍微对一下啊，稍微要对一下。好，扣上去了啊。然后我们把这个继续往上包，包覆上来。包覆上来之后的话呢，我们把这个地方往下盖，这里。有两个地方结合卡扣，把它扣起来，然后这个手啊，要不来脚啊，继续往上翻，捏一捏。好，那么最后的话呢，我第一次玩的时候呢，就这样子拿起来，我以为已经变完，其实还没有了，它还有一个提把，这个提把就从这儿把它给挑起来，然后往中间啊，这里也是一样的，挑起来，还有一个结合卡扣提起来，把它给扣进去。它是一个前后错位的啊，把它给扣进去，但是还是强行把它给扣进去了。好，那最后它还有一把刚这个武器，武器的话是扣在这里，有一个，这一次真的是印第安人反攻黑人了啊，从这个地方把它给结合上去。好，这个完成了这一款红色录音机的变形过程，比较容易去遗忘的就是这一块部件，你可能忘了翻。那忘了翻，好像就是少了这个横的这个灰色，这个算是有点保护扩音喇叭的这个装置会没有。那一样，这里按下去啊，这个磁带一样会弹出来，提在手上，一体性是没有问题，非常好。大小的话，可能当然是比一般的收音机小啊，这个磁带是不可能那么小的。然后上方的按钮啊、调节啊、喇叭啊这些啊细节也都是有的啊，感觉做的。
以磁，应该说是以这个像是电池放电池的地方，对，以收音机的形态呢，我个人觉得完全不会比机器人还要来得差，以卖相来说这一款还不赖，那乐趣性也是有，那毕竟它是比一般的变形金刚要多了一个，可以跟它产生互动的一个小成员啊，这个比起，很多。网飞配色，然后 Voyage Class，然后加一些变形成枪的这些小人来说，这一款的这个诚意度的话，当然是比较够的。不过这也是因为它是本来就设计成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啊，当然就跟着这样做了哦。好的，那么就跟各位呢一同分享这款 Kingdom 系列 Voyage Class 的一个红色收音机。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